飞了之后，蹦沙卡拉卡，主人，请慢用，会了吗？卡哇伊尼斯高斯高伊，黑富美，行啊，再来一个，再玩个啥呢？分层今天做不了啊，亲爱的们。分层今天做不了，过两天我们开分层，干了，来走一个，来，你干了我随意，行吗？我再给你们套一个呗，那就，不愿意看套不套吗？行。愿意看套一套吗？简单，那就看呗，那就套呗，一个皮套是不是？有点难，调酒挺好学的呀，东北沈阳的。调酒非常好学的，活雷锋。调酒不仅好学，还很帅。碰，就炸了，都套完了，再套就收费了。我哪敢残害中国青年呢？小女不敢，小女不敢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。二龙，最早的摄像头前不会的，我从来只是调，我不喝。大家都知道调酒皇后郑文吗？你们都造吗？调酒皇后郑文，我接下来给你表演一个茶艺。姚哥会不会醉了？不会，来个蓝色妖姬，我可以给你拿走那个花。来啊，茶艺，首先得有那个范儿。笑啊，老乡是吗？东北的，东北老乡都那个点我订阅啊，我刷新一下啊。热情沙滩，这个比较好，热情沙滩我感觉比较B。热情沙滩，而且非常带感，性感沙滩也好。终于红了，往哪红？没见红吗？一二三，走！尊敬的各位嘉宾，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呢在这里为大家表演功夫茶。乌龙茶又叫清茶，是一种半发酵茶，既有红茶的浓郁，又有绿茶的清新。下面请大家跟随我进入品茶的温馨愉悦。开头。孔雀开屏是为了向大家展示美丽的羽毛。借助孔雀开屏这道程序，首先向大家介绍名贵而典雅的茶具。此为茶盘，又称茶船，上为盘，下为仓。来自宜兴的紫砂壶是用来泡茶的，又称泡壶。公道杯是用来均匀茶汤，一高一矮为文饮杯组，高为文香杯，矮为品茗杯。你们懂了吗？一杯豆浆五块。妈呀，我能比我谦哥帅吗？我谦哥那不相当帅吗？我今天就差变魔术了是吧？今天突破20000人了，不容易，真的。酒吧有茶吗？没有。酒吧有红茶，长岛冰茶算吗？嚼，成天就看嚼，一天天你这个小坏蛋，一二你坏坏，一二你坏坏，知道吗？现在我不是在蹲着，我是在跪着呀，爷们呢，跪着呢。哪学的一套一套的，多才多艺实在惹人爱，身体健康还没有病除害吗？是时候来一波订阅了，一会儿告诉我是时候来一波退订了，然后我就哭了，姚哥就哭晕在厕所了。来一杯什么蓝玫瑰，不好意思啊哥，蓝玫瑰今儿断货了哥，换一个行吗？我会超越微笑的，不敢，大王不敢。
看脚，看脚，看脚，这哥们儿真逗，二话不说就要看脚。脚怎么了？我认为天还是啥味儿的？哥，老师曾经教过我们一句话，就是你当一个调酒师必备的就是你的幽默。我麻溜喝呀，那整不了啊，这喝是真喝不了，喝真是整不了。谢谢恶魔送的1314，亲爱的。超级英雄那首歌呢？我这一天天呢放点歌啥也找不着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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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咱家有能喝的，咱家有能喝的，不会浪费的。很远就是这点不好，我得来回来去跑。下次给你们整个血腥玛丽，下次整个血腥玛丽啊！这哥们儿干啥呢？你猜，你认为这哥们儿干啥？这哥们儿就干啥呢？超级英雄跑男里面的歌啊！哎，为啥现在还发出那个刷那个手中的燕窝呀？七姐喝，一会儿灌七姐啊！完死灌他，今天给他灌蒙争取行吗？所有七姐的粉儿啊，你姐屋里呢？东北人的普通话，对，当然都在东北味儿，好粉儿，你家太粉儿了。主要是今天实在真是没有燕窝了，没有燕窝，燕窝已经取替了，燕窝已经没有了。当然了，血腥玛丽加那个辣椒油。真的是加辣椒油的那个视频模糊，对，我这上传网不是很好。大哥你真知足，你就这个脚的问题你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，你说我要是满足你了，是不是我要是满足你了，是不是你就不能发了？所以说为了让你能继续把这个给我刷弹幕，我决定不满足你，直到你刷到死为止。不许你直播到死回馈观众，主播没我残疾人，我跑男是，哈，奔跑吧兄弟，下一期我就录了。取 T 吗 ？T 吗 ？T T T， 脚控谁是脚控啊？09不是足控吗？我记得09是足控啊，不是吗？谢谢逗逼飞男神送的麻辣烫。冰凌忘记吃了化了，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哈，啥时候的事儿啊？我冰凌啥时候忘吃了？看腿，看那，他万一送大宝剑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大宝剑走起了。烈的干马天尼，喝干马天尼，干马天尼烈。干马天尼被誉为是鸡尾酒之王。然后那个曼哈顿被誉为是鸡尾酒皇后，你们可以跟女朋友哪天可以一起去，比如去看一看鸡尾酒之王啊，尝尝那个鸡尾酒皇后啊，特别逼。真的09不是吗？09不是足控吗？腿上有纹身不是吗？我那天我听他们说那个酒神是足控，我也没办法亲爱的，真的亲爱的，我没办法，这个摄像头没有问题，是我们这上传网不好。嗯，对不起啊，亲爱的，我丢失帧数都已经达到12.01%了。超级英雄，不烈的，不烈的，那你就喝那什么呗，喝那个 Angela Kiss 天使之吻。